多年的历史，共有24位皇帝在即管理国家。太和殿统摄着宁寿宫，在宁寿宫的后面有一口减肥井，减肥是管束皇帝的妃子，皇上请喝茶，他们感情很好。1898年，光绪改革国家，特赦遭到这是太后的反对，这是太后把关注和珍妃囚禁起来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太后，我们快逃吧！带着你走不方便，你还是这，自杀吧！你太狠心了。谋后必要把他扔进井里。皇上，珍妃，扑通！珍妃，珍妃死的时候才25岁。同时，这口井就被称为"中妃井"。